张小飞如今31岁，他经常自嘲说自己长得丑，不过事实上他的颜值相当之高，而且170的身高更是让他的身材成为了巨大的优势。在演艺圈他的确没有能够混出多大名堂，作为同学杨幂如今已经是娱乐圈的女王，而张小飞最终选择了转行喜剧演员。张小飞其实曾经也拍过多年的影视作品，参演的作品有《烽火岁月》《春雪的冬天》等等。不过张小飞真正的成名是在13年搭档大鹏合作的小品《男人 N 次方》，此后张小飞发现了另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。14年，张小飞搭档贾玲出演了喜剧综艺节目《一起来笑吧》，在作品中他出演了《少女大爆炸》《越狱环节》等。自从张小飞向观众展现了自己的喜剧才华，15年之时，张小飞和冯巩搭档出演了小品《小棉袄》，后来他加入贾玲战队，加盟了《欢乐喜剧人》。张小飞的人气也是越来越高，从此以后张小飞就认定了喜剧这条路。如今的张小飞在喜剧道路上已经是小有成就了，他通过自己的精彩演出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，也是令人羡慕不已呀。